主人说可以吓吓你们呐，拍谁拍谁拍谁。嘉宝，今天鸡种不一样，生了蛋颜色就会不一样啊。要换贝对不？对对对，玉米。哎呦哎，哎呦，哎呦。总算可以吃鸡了啦哈！这只是我们农场的招财鸡，叫巧克力。那其实我们农场呢是专门养鸡的。啊，这只鸡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只是公鸡。哦，安尼哦。拿抱抱看。你这么要紧哦？你这么想哪？啊，鸡有啥物好惊的？你这边来干嘛？这惊吓吓哪啦？我第一次抱鸡，我才五十几岁，抱一只抱鸡了。哎呦呀，哎，就乖呢，很温暖哦。对，真的好温暖。哦，鸡公公啊，不是，哎，鸡先生，哦，你好可爱哦，而且抱你我会发大财呢。来，我们到鸡舍了，我们要捡鸡蛋了。不，小龙，那里关好多只鸡哦。哦，这一看差不多五十只以上呢。下雨天鸡也知道躲雨啊，所以现在在鸡舍里啊。但是我想讲是差不多五六只，我去捡鸡笼就好。都跑光光了。你们主人说可以吓吓你们呐，拍谁拍谁拍谁。角落都会有鸡蛋，他们在安全的地方生蛋。这么几片不？哦，这个好黑啊！记下一下，记一下。这个石头啊，是石头啦，我还以为是鸡蛋呢。嘉宝，今天鸡种不一样，生了蛋颜色就会不一样啊，颜色不一样，大小颗也可能也会不一样。哎，准备要来控油了，所以呢，我呢。食材都齐全啊，今嘛有这个嫩，有嫩，啊个有番贝，啊个有地瓜，对，没错。请问这是什么？这刚才看你们不太敢抓鸡的样子啊，所以我们特别先帮你准备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农场自己腌制的鸡，等一下一起下去烤。哦，好贴心哦。那这玉米呢，都刚刚洗好了哈，直接连叶子一起包，它就有甜味。就晾的朝外面，啊，卷卷卷，卷紧一点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我们玉米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包鸡蛋。哼，报纸帮我撕成16张小张的。来，我们蛋呢就是泡水，泡水包一层，好了以后呢翻面再包一层。哎呀，我刚才说的包16张。好，你来换你来包。如果你包的乱七八糟哈，你包的像颗球，不像鸡蛋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包比例不对嘛，你就包错，可能就破掉，变成炸弹一样，然后在里面爆掉。那如果你包的比较少呢，可能就变阿婆点蛋，就黑黑的。那如果说你包比较多，可能就是溏心蛋。哦，那看我们怎么包啦。好，好，来，现在准备包鸡了。对，我们来包鸡。哦，特制的秘方哦。啊，这只这大只，这个都快这细，敢得咯？可以，可以，来。再给它拎到五年哈，对，一级棒哎，对，一级棒。嘿，报纸呢？刚才说叫准备了两张报纸嘛，就是一个下面，嗯，然后一个上面，然后把它包好。对，晚上，对，晚上的包，然后再泡水，回家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准备丢了。我们食材都包好了，我们可以丢了。准备丢了哈，挖起来。好，好嘞，把它盖上去这边了，看不起来掉。那个缝把它鼓起来。对，放不掉。要换贝对不？对对对，玉米。哎呦喂，哎呦，水。啊，这缝的一声有可能是。竹子的声音，或者是蛋破掉了，对，炸弹，对，就变炸弹了。哦，这样可以逗留。哎呦，总算可以吃鸡了啦哈！来来来，对啊，就像手扒鸡，对对对。哦，你好，那你去夹。哦，哦，你看，好嫩哦，立马软了。没有那么瘦，好像看起来很柴这样子哈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哈，怎么样的好吃？就是那个香料味很香。对，哎，因为有吸鬼嘛，也独门的配方。我要好好品尝一下，两点外真久，你干嘛要等你等这么久？